一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纳西族村子，闭塞的交通和封闭的环境让这里保存了原始的纳西族文化。神秘古老的东巴至今使用着象形文字，一妻多夫的火婚在俄亚非常普遍。这种外人难以理解的婚姻形式为什么会出现在俄亚纳西人的生活里？走出大山的年轻人，他们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？本期乡土走进墓里，看俄亚大村的纳西人怎样生活。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乡土。在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呀，有一个叫做俄亚的纳西族村子。这里呢，四周被大山包围，以前人们进出呢只能依靠马帮。从俄亚到木里县城不到300公里的路程，往返一趟需要16天的时间。那正是这种闭塞的交通和封闭的环境，让俄亚纳西人保留了很多独有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。每天清晨起来后，年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熬茶。俄亚大村海拔有1900多米，当地人以牛肉和羊肉为主食。对于缺少蔬菜的村民而言，茶是他们补充各种维生素的重要来源，同时也有解油腻、助消化的作用。年家今年48岁，他在21岁那年嫁给了嘎土和瓦夏两兄弟为妻。在俄亚，从古至今留存着火婚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形式。所谓火婚，就是以兄长的名义娶一个妻子和兄弟一起生活。兄弟二人共妻的情况在俄亚非常普遍，甚至兄弟三人共娶一妻的家庭在这里也能找到。在俄亚纳西人的生活当中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婚姻形式呢？年家与嘎土、瓦夏两兄弟一共生育了3个男孩，其中老大和老二都已经各自结婚生子，25岁的龙布是最小的一个。今天对于一家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因为龙布和未婚妻高图米结婚的具体时间将在今天确定下来。俄亚位于木里藏族自治县西南角，处在滇川两省的丽江、中甸、宁浪、稻城、木里5县的交界处，素有鸡鸣两省5县的说法。传说很久以前，俄亚森林茂密，野兽成群，几乎没有居民。公元14世纪末，丽江木氏土司一个名叫瓦夏，每年都要到俄亚打猎。他看到这片土地如此肥沃，可能会种出庄稼，于是把淘米时淘到的几粒谷子撒在了附近的泉水边。秋天的时候，当他再次来到俄亚，只见几颗水稻在泉水边结着金黄的谷穗。回去后，瓦赫嘎加就牵了一部分人过来定居。从那以后，俄亚开始有了纳西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。吃完早餐后，瓦夏要到村子里请一个叫贾若的人到家里，为龙布选一个吉祥的日子。贾若是村里的大东巴，东巴是纳西族民间宗教的祭司，类似于羌族的士比和彝族的毕摩。在俄亚，东巴要负责一年中所有的祭祀活动，如农历1月初3的祭天节、农历3月13的祭山神节等。而在俄亚纳西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婚丧嫁娶、成人礼、婴儿取名和建房子等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东巴。在不同的仪式中，东巴的着装也不一样。如果遇到重大节日，东巴要穿上特定的东巴服和戴上法器，跳起东巴舞。像结婚选日子和婴儿取名字，这些是用不上的。
不过，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下，东发经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。俄亚东巴至今还使用象形文字，与丽江等其他纳西族聚居区一样，东巴文一般以世系为主的东巴所独通。东巴文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，一共有1400多个单字，能够记录复杂的事件，表达细腻的情感，因此被誉为文字的活化石。这个是一个人只有一只手，那个意思就是他早的意思，早数、这是一个弹阳，弹阳有光的，这是两个，就是今天的今，今天的意思，这是一个人只有一只，这是有，这是个月亮，月亮有光的，但是这个是今天的意思。那么一句话连起来就是，早边有太阳光的今天，右边有月亮光的今天。东巴文里面有的是一个图画就代表一个意思或者故事，有的是几个图画连在一起表达一个意思。这些经书里面有许许多多俄亚纳西人先祖的故事，怎样从丽江迁移到俄亚，经书里都有记载。同样，什么时候收割，在经书里也能找到。根据龙布和高图米的属相，假若通过东巴经为两人挑选了一个吉祥的日子，3月12号。都几岁了？啊，不对，好好用了，说什么？学过了吗？这是。这是一个动物的头，这是一个毛，这是鱼，这是我们纳西族一个人这个头上有一点褐的，就是我们就是纳西。纳西，这是野，这是栓的意思，这是最好的一个吉祥的字，吉祥字，这个也是可以说今天的吉。那合在一起是？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纳西处算好了这个日子，这一个一个月30天当中最好的今天的意思。年家和龙布的心情有点复杂，因为龙布是以上门女婿的方式嫁到女方，结婚的日子确定下来以后，也就说明龙布离开家的日子也不远了。马上也是，你怕起的名马上也是，无话母。我一过去，阿母一过的叫看他的名，是个是人家。3月，青稞快要成熟的季节，在俄亚大村的周围是一片又一片的青稞地，在这些地里面点缀着一些很有特色的房子，这便是俄亚纳西人的庄房。俄亚地处大山深处的峡谷地带，农田都在村子对面的高山上，近的走路要1到2个小时，远的则要走上半天。由于往返费时间，家家户户都在田地边建有房子，称之为庄房。兴建庄房的初衷是为了午间休息并存放劳动工具，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农忙时期的临时住所和粮仓。俄亚四周被重重高山阻隔，道路崎岖，交通闭塞。以前马帮是俄亚纳西人与外界交通的唯一渠道，村里所有的生活用品靠马帮驮进来，而村里的核桃、花椒等农产品也要依靠马帮运出去。在俄亚，家家户户都养有4至5匹马或骡子，骡马的多少也成为了财富的象征。
在没有修通公路以前，俄亚与外界的行程都是以天来计算的。俄亚距离木里县城有将近300公里，往返一趟需要16天的时间。正是这种交通上的不便，像很多年家这样年纪的人，至今都没有去过县城。随着2010年通往俄亚大村的公路修通，去木里县城的时间由8天缩短至10个小时。龙布这样的年轻人开始走出大山，去感受外面的世界。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是丽江。当时是用什么方式过去的呢？走路还是坐车？坐车。坐车大概需要几天时间？2天。那你在那边待了几天？在丽江待了几天？那去打工2个月吧。待了2个月。哦，对啊。对那边的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我也念的感觉挺好的。最想去什么地方？我最想去北京。交通的便利给俄亚大村带来了很多改变。电视机的普及让俄亚纳西人有了了解外面世界的渠道，摩托车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爱。不过在如此艰险的道路上行走，骡马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劳作工具。经过2个多小时的攀爬，一家人终于到了位于山顶的庄房。庄房一般都是3层建筑，最下面的一层是用来圈养牲口的，2层为住的地方，顶层是粮仓。随着俄亚大村人口不断增多，人口密度日益加大，俄亚纳西人又将大部分家畜转移到庄房。现在的庄房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农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。家畜用马拉到庄房饲养，年底时再拉到山下卖掉。这种方式是很多俄亚纳西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，同时家畜也是龙布这次婚礼中重要的嫁妆。为了石头。石头牛。嗯。那个猪呢？猪的20几个。那现在咱们这边比如说卖的话，那个牛大概一头能够卖多少钱？4-5千吗？4-5千。嗯。那猪呢？猪呢喂了就2-3千。2-3千。嗯。除了生产生活，庄房还有另外一个用途。对于火婚家庭来说，两兄弟有时候都在家里还是不方便，另外一个的最好去处就是庄房了。在年家和嘎土瓦夏两兄弟组成的火婚家庭中，嘎土是一家之主。由于年纪大了，再加上以前跑马帮的时候腿受过伤，现在基本上不干农活了，主要是在家带孙子和孙女。以前嘎土在外面跑马帮的时候，家里的牲畜和庄稼都是由瓦夏负责。现在孩子大了，瓦夏闲暇的时候就纺纺毛线，做一些相对轻松的事情。古老师也过来，姑妈生着呢，要搞这回来的，我煮好了这个什么，哎，我这，哎，鸡拉鸡嘛是，我这边这边的都那鸡嘛，这个都老啊是，哎。在俄亚大村，火婚作为外人难以理解的婚姻形式，在当地400多年的发展中一直保存。过去家里因为贫穷，都是父母包办的婚姻，
他们认为两个男人娶一个女人回来，能够更好地保护这个女人，从而保护了这个家庭。家里有什么事情，两个男人一起出面解决。另外，俄亚纳西人认为，只有大家庭才能够富裕起来。两个男人一个出去跑马帮，一个在家里负责农活，这样家庭收入也就多了。这似乎是火婚家庭在俄亚这样一个地处大山深处、生产力低下的地方能够一直延续下来的原因。不过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俄亚纳村与外界的联系逐渐紧密，当地人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走出大山，融入到外面的世界。与父辈们相比，像龙布这样的年轻人在观念上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地方。现在像你这么大年龄结婚的大部分都是娶一个老婆。嗯，那应该和老一辈的想法观念不一样了。是啊，觉得这样的更好一点。觉得更好一点。嗯，结婚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，一家人离开庄房回到了村里，开始为龙布的婚礼做准备。在俄亚大村，家家户户都有一间库房用来存放肉食，在没有冰箱这样的保鲜工具下，把肉做成腊制品是俄亚纳西人最佳的保存方式。这是猪心子。猪心？嗯，它里面放什么东西没有？肉。里面放了肉。嗯，那这个呢？下面这个呢？这个啊，这是猪肚子。猪肚子？嗯，这是猪膘肉。猪膘肉？嗯。猪膘肉是俄亚纳西人最主要的一道菜，将宰杀后的生猪去内脏，取骨头，用盐巴和花椒撒在腹腔内，将猪缝合，封腌成完整的腊猪，可以存放十几年不变质。平时想吃的时候就割下来一块，如果家里来了客人，也要用猪膘肉来招待。3月12号清晨，女方接龙布的队伍来到了俄亚大村。相比于其他地方的规模庞大，俄亚纳西人的接亲只有三个人，最前面的是歌手，在婚礼的很多环节中将由歌声来表达对新人的祝福，中间是与龙布属相相符的人，他能够带来好运，队伍的最后才是新娘的爸爸。两户人家离得不远，相互之间特别熟悉，没有多余的客套。一碗自家酿的黄酒，几张荞麦饼，几碟猪膘肉，就是最好的招待。俄亚纳西人结婚的贺礼很少送钱，亲戚朋友会依次将自己织的麻布送给龙布，他们认为这样更能表达自己的心意。出门的吉时已到，歌手唱起了歌谣，感谢年家一家人多年来对龙布的养育之恩。阿哈耶，吃摩哟。
不累啊。刚这一日我办毕了个，我你也吃呗，不就换这边吗？给你妈妈送你的时候，啥叫面子？我也心痛。俄亚纳西人认为。青稞是最美丽的植物，带上它意味着吉祥如意。碗里面装上米，则表示这个新组建的家庭将来一定会富裕。新娘高图米今年24岁，家里还有两个姐姐，其中大姐已经结婚，二姐在丽江打工，已经很少回来。高图米和龙布是初中同学，经过多年的恋爱以后，他们终于在今天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在东巴的主持下，一根长长的牛皮绳把高图米和龙布拴在了一起。按照俄亚纳西人的说法，两个人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分开，这个新的家庭也不会分离了。那你结婚的感觉怎么样？很好。你觉得和以前在家里有什么区别没有？没有，没什么区别。我你也吃的，不就换这边了。新的一天到来了，俄亚纳西人的生活里没有蜜月或者假期，劳动是他们迎接新生活开始的最好方式。几百年来，大山里的俄亚纳西人沿袭着固有的传统和习俗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和走进俄亚，俄亚纳西人的很多方面正在悄然发生改变。哎呀，我哥是真这么的，什么的。什么子来的不么子呀，就没事的爹就没事呀，金子骂我汉子我的爹啊，没你你呀，那不一切可没意思没意思。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，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、农事网官方微博、微信、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。中国有多奇，乡土告诉你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海南省文昌市风景优美，气候宜人，东郊椰林椰树成片，椰姿百态。全身是宝的椰子都有哪些用处？满岁酒上又有哪些新鲜事儿？编导小胖的新朋友带着小胖吃到了什么样的美食？如此幸福的生活，他为何流泪？下期乡土带您走进海南省文昌市，看看那里人们幸福而快乐的生活。小胖的文昌行。